哎，黄兄弟啊，你们走吗？叉子，哎呀，我刚刚听早晨那个啥不住河山，我说你们那个啥休息一会儿。昨天晚上你们睡得太晚哈。对，我刚刚听迷迷糊糊听到你们说要走，然后我就爬起来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给高手把这里面这些吃的都挨冻了一下，完了之后就是海哥他们就你们。那是好的休息，看着他眼睛肿的叉子的完了之后就是这次那个啥，因为是我家里的事情太多，那个必须要走。完了之后等你们下次过来的时候提前说，我尽可能再赶回来。好啊，叉子，我叫大家起来送你一下。不用、不用麻烦，不用，这太早了，太早了因为这几天天天核酸。每天他们是三四点睡觉，早晨六点就起床，太累啊！不用，要不等一下我们起来去请你吃个饭的，到那个现在。不用。早晨起来我给高手说了，这儿的早餐你们一吃，你们那个啥，有你们的计划，吃饭才小事情，没事。没事，你好的那个咱休息。啊，没事，我也起来了，也睡不着了。休息好，多休息日子啊！对。你在那个啥，我和高手说了，阿姨也跟你们一起过去吧。对，对，那好吧，来，那祝你一路平安啊。好的，你开慢一点哈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开慢一点啊。好的，咱们那个啥，下期那个啥，咱们提前说。好，行。再会啊。你快休息休息啊。我还那个啥，我还是没打算叫你们起来啊。好。嫂子。那你，跟后兄弟就路上就要注意安全，开慢一点，行，我们注意安全，你们就是自己闹着吃啊。行，我们就把这里当家一样。对，没事，多注视日子。好。只是我们不能多陪你们了。没事，来日方长嘛。行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7:30啊。本来以为是6:30要去来做活算的，今天后兄弟他没有叫我们啊。因为今天不用做核酸了，做了几天了，然后迷迷糊糊在睡觉的时候听到后兄弟在说要走了哈，因为他们要赶到县城去啊，马上开学了，他们是在学校里承包了一个食堂，所以特别忙，现在我说送他啊，其他的兄弟还没起来，现在眼睛都是肿的，脸还没洗。差点子刮黑了。阿姨，你也跟着一起过去啊？一起去，唯一不是上班的时候还那个不多。你早上就吃点这个月饼是吧？你吃点那个面条啊？不吃。不吃啊？在这里。这里过去有多远？你大概不晓得多少远。15个小时。15个小时了。去县城的。好嘞，阿姨。再过去了再来啊。好，下次我带珍珍过来玩啊。来看你。珍珍也很想念你的。到了三十了，还家自己媳妇都维修着了，在哪？行，阿姨，那你就保重身体啊。祝你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啊！来，阿姨，给你握个手啊。大拜拜啊！好。好了，现在洗个脸，洗个头啊，洗天衣。
师叔，这么早？哦，哎，叔叔，那个啥，也是我走呀，过来和我那个说两句话啊。叔叔你好，嗯，哦，你来送这位侯兄弟是吧？嗯，对，哦哦，叔叔也知道了。哦哦，专门跑上来要。哎，那咱这个是，哦，满身怀客，哦，怀客，没事。啊，满身怀客，哦哦，叔叔你慢一点哈。哦，今天去你家里玩啊。哦哦。哦，这里干了没有？干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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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我们把这里给粉刷了一下啊。用来好上车啊、哦！对，行，车子好了那个啥，哎，我们就走，就走了、啊哦。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提前说，我那都待一天吧。昨天海哥留了一天、哎、那个啥，因为本身我也不想走，啊、哦，但是身不由己，确实啊，去，但是我相信咱们还会，还会再见，对，还会再聚的哈，对。家人们，因为霍永贤兄弟呢，家里确实要开学了，这边因为昨天也是海哥留了一天了，然后必须要紧急离开了哈。然后我们呢，还会在霍家洼这里待一段时间再走。啊，你们好好的那个住着，我把吃的喝的给他们安顿好了。没事。希望你们多住些日子，完了之后，下次咱们再聚茶子啊。我们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园了。没问题，这就好。好了，这就好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我送你一下。好啊，你把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差不多了。就是我从太原带回一箱酒。哦，你还带了一箱酒过来。你们那个啥，想喝了就喝了。我平时不喝酒，海哥也不喝酒。那个家里头挤，你们就搬到这儿住。行，到时候看用我师傅睡到这边来吧，这边可能会好一点的。他腰有点不太好，用他睡这边。随便住，而且那个啥，这边。都可以住啊，你们那个这边房间用蜂蜜睡吧，蜂蜜一个女孩子睡到这边啊，行，就是你们那个啥随意点，不要这个啥，咱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样的，哎，对，我们很随意的啊，对，都搞好了，马上那个啥准备好了哈，好，就是那个啥，这次反正是，我走得急，下次有机会咱们来。行，可以一块儿那个多住些日子。好，啊，完了有时间你们来。太原。好。我家太原也有个院子也大。到山西太原是吧？对。好嘞。好的。说好就要来了，说不住将来有机会。我要再过那个几年，孩子大了，我带上我妈去你们。湖南，好吧，行，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，欢迎你啊，啊，这个是晕车的贴是吧？对，贴一个好一点，阿姨啊。表啊，这比个人喜欢看。哦，我妈说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这个中间窑洞里面放着呢哈。好嘞，我和高哲说了，还有那个石炭粉条，这些你们地方随便知道了。啊，行。打着药都怕药掉下楼头的，都给这边抛吃了啊！都在后边来抛着，怕他楼里头的。阿姨，好的。每次是那个啥，贴上这个，我妈好点儿。贴慢一点啊！好的，阿姨年纪大了。好的，对，熟路那个啥也经常跑啊。每个门上，我妈把这个锁子都挂着，就是你们走的时候好拿一锁就行。行，钥匙给了高手了。好嘞。完了之后，那个啥借叉子的事情再转达一下，你们那个啥海派所有的代表给我妈那个大红包。那是一点点心意，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啊。就是我还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嘞，没事嘞。你看这几天都麻烦你们了，没事，一家人热情款待我们是吧？没事，没啥，就是太客气了。那咱们就蛮好了，走。好，那就那个啥，你们安心的住就行了。没事，我送你，没事，他们还在睡觉。就让这边再来。好，慢一点啊。好嘞，那我们就走了哈。好，你们慢一点，住些日子。行。哎，好，再会啊。好。再会啊。好。路上也别的就想来了，再来。好，行。别的叫自己媳妇儿来。好，行，带媳妇来。会栽坏了。走，我们上到上面去。过来去吧。
已经干了，一个晚上已经干了。那咱们这次就是，下次咱们再会啊。好嘞，下次再会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先慢一点啊。一路顺风啊，一路平安。好的。啊，嗯，再见了啊。回头再联系啊。拜拜。好了，现在霍永前兄弟啊，带着一家人，回山西太原了啊。真的，相处了这几天，他们一家人真的非常热情的招待我们海派团队啊，真的很非常感谢的他们一家人了哈。去年到今年，我们来了两次了哈，真的把我们当自家亲人一样的招待接待我们，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。祝他们一路平安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